啊，这次我非常高兴的在新西兰呢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我的雕塑呢60幅雕现在全香港的各个大学进行展出，除了中文大学以外，又在香港城市大学、庆兴大学还有其他的大专院校在展出呢。我认为香港的学生更加成熟了，他们不仅仅是在中文大学看到这个雕塑，而且他们要把这个东西给自己的学校的学友我们来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真相。还有呢，就是这个雕塑呢，民族女神像，他们还是希望公投，因为现任学校的校长他们说同意这个校放在他们学校作为永久的展出，那么他们说我们应该通过民主的程序把这个进行到底。那我认为他们是成熟的。谢谢。